哎呀。哎呀，这是本什么书啊？怎么没见过？别再难过了，来到普救寺就当是自己的家吧。师父，法聪，带小明进去换衣服吧。哦。站住！拿来。小明，你去吧。哦，请。志清啊，你先回藏经阁去吧。是师父。你换衣服吧。师傅，你在干些什么呢？正好，我在审查这本书呢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本书是从哪里来的？师傅，是我整理藏经阁的时候找到的，也许是以前的住持留下的。啊，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练气功啊？既然是住持留下的，一定是好东西了。啊，小明，你暂时留在这里。以后再做打算吧。如果你愿意出家的话，我可以为你安排。师傅啊，他这么小，怎么可以一个人睡呀？不如和我一起住，让我照顾他，好不好啊？不行的。哎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怕什么呀？是。师傅啊，师傅，相国夫人来了。这次麻烦方丈受累我们一家大小，同时也希望挑个好日子为先夫超度亡魂，让他能早登仙境。夫人不必客气，如果当日没有相国大人的资助，老衲哪会有今天呢？老衲的命是相国大人救的，而普救寺也是相国大人创建的，夫人一家就算在这里常住，老衲我也非常的欢迎啊。你们还不谢谢大师？谢谢大师。夫人你严重了，前几天我接到崔安的通知，已经把西厢房打扫好了。夫人如果还有什么别的需要的话，就请告诉法聪吧。
又劳大师了。哎，夫人，节哀顺变吧。相国大人在天之灵，一定能够安息的。夫人，还是先去西厢休息吧。法松，你带路。是师父。夫人请。好。少爷啊，走了一天了，又累又饿了，找间客栈投宿吧。好吧，走吧。哦。客官请。祥二哥，请问附近有什么名胜古刹可看吗？这里啊，西门城外有一座普救寺，清幽孤雅，巍峨雄伟，香火鼎盛，凡是往来的客商啊，都去那儿参拜的。哦，普救寺。是啊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啊。客官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啊，谢谢。还有什么吩咐？哦。啊。麻烦了。谢谢客官，谢谢客官啊。啊，谢谢你了。哎，秦童啊。是，少爷。你也累了。是。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是，我去普救寺走走。你小心啊。哦。请问施主从何而来？小生是从西洛至此，闻贵宝刹清幽古雅，所以来瞻仰。请问住持在吗？我师父法本住持出外化缘，不在寺中。我是他徒弟法聪，请施主进寺用茶吧。难道你敢说吗？不敢，夫人那么凶，我想挨棍子啊。红娘，你好大的胆，怎么敢说夫人的坏话？小姐别误会，我只是说夫人治家严谨，就算给我吃了豹子胆，我也不敢乱说话的。我又怎么敢逆娘的意思呢？你都不敢说，又何况是我呢？小姐，别说这些了，我还是给你按摩吧。哎，少爷回来了。哎呦，饿死我了，快要饿死了。恶眼望江川，馋口咸恐咽，空着我透骨髓，相思病人，怎当他临去秋波一转，便是铁石人，也易惹情牵。请。啊，你就睡在床上，我当你是兄弟才让你睡的，有我在没事的，你放心吧。小娘子有礼。公子有礼。请问小娘子是崔小姐的贴身侍婢啊？是又怎么样？小生张君瑞，西洛人士，23岁，尚未娶妻。胡说什么呀？公子这么关心我们小姐，有何居心啊？如果让夫人知道了，可不得了啊！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。记住，以后小心点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就别说了。小姐，叫你去问正经事，去了这么半天才回来，有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我去问过方丈了，又回了夫人，现在来告诉小姐，2月15就给老爷做法事。这事有什么好笑的呢？小姐，你不知道，让红娘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吧。我刚才啊，去问方丈做法事的事，见到那天那个秀才，他一见到我啊，就对我打躬作揖，没来由的跟我说，他姓张，名君瑞，西洛人士，现年23岁，尚未娶妻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那他还说了些什么？他呀，他还问我是不是小姐的贴身丫鬟，小姐是不是常出来，他胆敢问小姐的行踪，所以我就抢白了他一顿。小姐啊，我长了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么傻的人呢。红
娘，那后来呢？我骂完了他就回来了，哪有后来呢？这件事你千万别让夫人知道。为什么？叫你别说你就别说嘛。是，小姐。小师傅，请问莺莺小姐什么时候出来？哦，碰上月亮好，莺莺小姐呢会到花园中焚香拜月，那就看施主你的造化了。没什么事呢，小僧就失陪了。哦，费神小师傅。走吧，少爷，走吧。少爷，你好重啊，我受不了啊！高一点，高一点啊！医院先父早登仙界享极乐，二愿我娘身体安康，长命百岁。三愿。小姐，你不好意思说啊，不如奴婢替小姐许愿吧，愿小姐早日觅得一个如意郎君。月色融融夜，花阴寂寂春，如何凌浩魄，不见月中人。咦，好像是那个23岁尚未娶妻的傻小子的声音啊。好诗，我也喝一首吧。小姐，你要喝人家的诗？兰归酒寂寞，无事度芳春，料得行吟者，应怜长叹人。小姐，你看，真是那个秀才啊。我没看见啊。没有，算了吧，我们回去吧，太晚了夫人会骂的。